好啦，那现在都弄好啦。地板其实这上面有铁皮屋啦，主要是再稍微补强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啦。那以后洗衣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了，那底下也不会漏水了。好，剩下一点点就师傅继续滚吧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Hello， 那条你那条没补到，那个颜色不一样，把它刷起来。